在超市碰到了6年没见的前女友，没想到她居然约我吃饭，但是在事先约好的餐厅等了一整天也没来。你不解释一下吗？算了，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反正也没下次。对不起。你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请别再问我知道了，我不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可以先送我了，抱歉。杨刚吗？还是之前那个富二代？那个，我听说你快结婚了，提前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本来今天这个饭我也不该来吃，上次送你回家也是举手之劳，没多大点吃。子阳，谢谢你。我看城楼灯下，这过往的人群，总有人会送你回家，可能我真的该放下了。